所以刚刚那个偈子里面有个叫圆明法界那个啊，佛门之中啊，尤其是在汉传佛教大乘佛法里面，常常就用到圆明二字啊，圆明二字。所以这个圆中啊，它就是不一不二，你不能执着它的名字给它定性为一，对吧？你也不能够啊，腐烂于它的种种的性中的，去想要它这个做种种的作用啊。你好像就是在那边不断的在追逐于二，你要在二中，你要是恒住在根本不二的性中的清明里面，那个二才是真的二。你要在根本不二的清明之中啊，能够永远照的都是随缘变化的种种二，那才叫做真不二，那才是真不二。这种它不是用种种名字能够所限量它，去拘泥于它，这叫做圆满。那在这个法中，法这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在一在二啊，在体在用，一切法中所有一切道理义理啊，都能够通彻，叫做大明。这个人叫做直指心性，就是直指心性啊，这个人才是真正啊，就在大觉性体上参啊，大觉性体上参。所以念念之中都能够在这个觉体上参，叫做礼敬诸佛。叫做礼敬诸佛，因为你就是什么，就是得体，得体叫做礼，心中能够恒顺故就是敬，就是礼敬诸佛。每个人都在开始行者最初啊，念念真的每个念头的起处都能够在觉体上参，虽然觉体的这个心里面所证得的那个气氛还少还微弱，但是已经什么，已经相信性，叫自信啊，就是性中的这个实性中的性，自信我们都有具足如来的根本的灵明的本妙的智慧，这个叫做心中早有如是诚信，虽然未证，但是已然此性啊，已然的心中啊不会有任何疑惑，这叫礼敬。最初的礼敬也是这个相，那当然礼敬中有还有初中后啊，初善中善后善之相，但是初善之相就是这样子礼敬。你念念之间，就在所有的一切念头起处，都能够不会，就不像过去的凡夫之见是堕在最后的沉默的那种执受中。你要在执受，连执受当下你都要体会中，谁觉得执受？这个中间所有一些觉心中的作用，无眼圆明的作用，这叫做称赞如来。为什么叫称赞如来？达性故叫做称。称其性故叫大性，叫做称。念念之间必定都能够在每一个法中每个念头当下，你都能够举扬如是圣性故，叫做赞。大性跟举扬，念念之间就在如来二字上，如来就是大觉心性，如是法如是现。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你说师父老师讲这种话，我们凡夫当然知道如是法如是现，但是现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什么，还是躲在种种尘相中。不怕你躲在尘相，就是怕你不知道现在躲在尘相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懂得回头啊，懂得回头，也不怕那个尘相。过去在尘相之中，众生呢心目之中早已错乱了种种方向，也错乱了音声，所以执着于尘，心中念念之间都是尘的声音，所以从这个众生的音声之中堕入在众生的业感里。现在你换一个音声，在一个尘相里面，就好像见到见色，你就不断的告诉自己，那是净体，那是净体，就如同我们称念佛名，念念之间呢，称如来圣号一样。
陈如来生号的时候，就是你已经不甘心再用过去的凡情之见再来在世间上流转，你在每一个念头起处，你都要知道，我就本具如是如来的智慧功德，我怎么我是佛门中的弟子，我怎么还是用过去的众生之见在这边思量种种的这个念头，应该要什么？应该要站在佛的这个根本圣人的这个根本上面去思维你现在的每一个起心动念的气氛。就在这里开始，他就是什么？他就能够在静，尤其是在静色前面，你这样子不断的从这个音声里面，他就能够慢慢慢慢，就会发现，他就会导过去的种种的无始妄流，然后他就有还原的、还本的这种气氛，那个智慧能现前。为什么他能如实现？因为都是同体是心故，过去是被种种虚妄的音声、心中所有的音声、所有一些执受业感所障蔽的关系，所以。佛门中常讲说善用音声做佛事啊，因为音声不同故啊，你将来流转了的地方就会不同啊，就会不同。众生世界在天上还本来是清净的，什么时候才开始不断的向它本来就会，当然我说的清净呢，是事实上决心已经是随缘往下去流眼了，但是这个流眼之中啊，它的净分呢，清净分还是保持啊，但什么时候才开始？下堕，在光阴天以后下生人间啊，就下堕，堕在人间。光阴天，光阴天就是本来是净光现前，可是从光现光，执着有光了。本来是清净的，种种心中的体会阴身是天，可是从阴入种种阴中，它就叫做下凡尘了，就叫下凡尘。所以人间都是从光阴天来下，从光阴二字。二天来下，所以最初也就是什么？你就错认音声，最初就是错认音声，所以下到凡尘中来，好下凡尘中来。所以刚刚也有菩萨问这个灭定业真言啊，到底定业能不能转，对吧？假如你心里面还有定业两个字的，那我就跟你讲说，定业是永远转不了。假如你要知道原来这个定业都是什么，根本觉得定业是都是大觉心体，定业都不可得。说你就叫灭定业了。你要说这个师父我听了还是没有办法体会这句话，那怎么办呢？那就多念灭定业真言，对吧？所以只要但问定业到底能不能转，你就永远转不掉。懂得道理的人哪有定业可得？虽然未证，但是心中已然怎么？心中已然慢慢在这个道理上已经愿意向他去契应了，愿意让他去担当了，这个人一定灭定业，根本就是大觉心体，还有定业二字嘛。所以这叫做真灭定业啊，这样讲的话可能那个菩萨能够听得懂一点啊，这就叫做圆明。所以你还要在理跟事上不断的在这边不断的掺杂搅扰，春跟杂之中不断的想尽办法，在文字之间，在语气之中不断想要办法，在道理上你想要圆会，那都是多余，都是多此一举。目的是要你见到这一念心，只要心通一切通，说理说事他能够常在一切作用当下说理说事，他也不叫做细轮，都不叫做细轮，也不叫做这个叫做这个流转，他非理非事的，他也不会堕在什么，堕在性中的空无里面啊，所以这个才叫做这个恒纯恒杂业啊，纯恒杂业。所以这里面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无处不见容，无处不见容，处处都能够圆融圆明啊，这叫圆明。所以在刚刚讲到理不碍事，纯恒杂也，所以讲到性空之理的，从来不昧性具之事，性空之理不会昧于性具之事，不昧它就是大明，大明就叫做不昧啊。所以理不二以纯，理一定是不二，它是以纯。不二故，它是纯和之体。事不一，事一定不一，是因为它能够随缘，能够起身种种作用，所以事一定不一，所以叫一杂。所以它事实上理事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性空跟性具而已。为什么叫性空跟性具？我刚刚讲过，空跟有中啊，这个空有二法中啊，有就叫做具足啊，有就叫具足。
你要真正讲到性空，空字是一定什么？它一定能够譬如一切，具足一切，它一定空。你不是说空在堕在空中以为是空，假如你还堕在空执之中以为是空，你还被空执所限量，那就叫做不空，那还叫不空，你被空所限量。所谓的空都不能被空所限量，它不但不能被有所限量，也不能被空所限量，一法都不可以限量，正空。但我说的依法不可限量，你不要堕在这句文字上，这句文字是多余的，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一些这个心中的通达。假如你还认为还有一个依法不喜不爱无爱，依法不可限量，就好像常转犯犯智跟释迦牟尼佛说，我依法不受，对吧？这个依法就受，这个依法就受，依法不受还有什么执着呢？依法不受就是偏容一切法，偏容一切法，谁在这里面作意我不受，受与不受，还有作意表示什么？心中就必定不是大名。你以为依法不受，但是你的名字叫常爪，你在外面抓犯智，你在外面抓怎么不受呢？一受一切受，所以叫常爪，所以一定受。所以你不要就是说依法不受，那你就是常爪，你在修清净道都是常爪。所以这里面性空也是性具，性具之法就一定是性空，所以骗一切有的他一定知道他就是什么性空，性空的他一定能够容一切有。为什么空？他能够容一切有故，所以故而知空。为什么有？因为你能在空中故，所以他能够具足万有，有他都不能占有，所以他一什么有都不能占有才叫骗有，那一定是空，不堕在一有中。你要但堕一有就不能够现有了，但堕一法就不能现一些法。所以为什么它能骗，为什么它能空，就是性具，就空跟具，而性具跟性空而法之中原名。那这个讲出来其实都还是什么，就是一样懂得道理，目的就是在这两个法上跟你讲的，就是跟你讲的让从空跟具中让你去体会大觉心体的本来面目。所以就想讲纯跟杂是一样的，纯跟杂是一样的。下面这一句，是恒全理，杂恒纯也。是恒，恒这个字叫做常，恒常，常就不变，是常。大觉心性随缘，它就一定能够起成种种诸事，事是常，它本来就能够变成种种作用，所以这个是常。但这个种种作用其实都是什么？大觉的作用，根本都是觉体的作用。觉体作用现前十方面立个名字叫做是。为什么立名叫做是？因为它必定要跟你分别于内于外于理于事上面有种种的道理，必须要为一切众生分辨明晰故，它一定要非常明彻，辨析的清楚给你听。不然你有的时候在是不知道理，在理不知道是，你有时候会搅烂在一种。所以理事都要跟你分得清清楚楚的目的是什么，他也是告诉你大觉心体之中本来面目。所以能分清楚是因为他知道大觉心体，所以正在大觉心体分清楚时，大觉心体也无如是事，也没有如是事，因为他就是一个形体，哪有什么如是事。就好像你在镜子前面说体说用说尽性说尽色，只是让你不要混乱。有时候在尽色里面你把尽色当尽性啊，净色当净性，就好像刚刚讲的，你抓着定业可转否，再问定业可不可以转。你把那个色当成净性，你执着有一个性色在当成性啊，那你怎么能转？那个叫做搅乱啊！你不能把色说成性。现在有很多都是如此，就是五教啊、九教合一啊，都是如是啊，因为这是一般众生啊，最容易流转的地方，根本就知道是大局。什么缘故它会现黑，什么缘故现白，你何必还要和黑白成为镜？镜子镜性之中，像八十天中本具如是黑白种子，但你不能和黑白说它是镜啊。本具的时候它有什么？既然是本具，它也是本什么？它也是本空嘛，更加性具跟性空嘛，它不见得一定要是现前就要现出黑白。假如具性具大家体会错的话，比如说具足一切种子，那我随举一个种子其他都要现前叫具足了，不是如此。
缘现前的时候，黑来能现黑，白来能现白。为什么能现？因为必具如是因缘故，必具如是种子故。不然要是不具足如是种子，黑来就不能够现黑，白来就不能现白。但是为什么具足呢？那个具足就是什么？他从来不堕，他才能具足啊。所以他也不必叫一起现啊。众生的之前要一起现，一起现就是你已经执着，就一定有个东西一定要抓在那边，笼统的合在一起，你才能够感觉到具足的感觉。大乘佛法中讲的具足是真性空，那种性空之中，它是能够什么包容万物啊，那个包容万物真性空，所以原来能够成就种种缘，原来缘去能够成就种种缘灭啊，成就种种缘灭。所以黑来现黑，白来现白，它本来都是什么种种具足，你不必再更说拿黑白再合会嘛，合而为性。世间万法也是一样，你不必五教九教合而为一啊。你要知道根本就是众生什么缘故起种种教，你佛教这名字啊都是多余，知道它都是什么众生，就为了要众生知道现前所有一切法中他能够灵明明白所有一些本末因缘故，所以说种种法，说种种教，什么心故他会有什么依赖，什么心故他有什么样的种种幻觉，什么心故因为心里柔弱故，所以他有什么种神明的种 幻象现在眼前，心里面幻象有的时候现在眼睛前面，有的时候现在心目之前，所以老师他又脱不了一种神明的这种执着。你断去这些妄觉，这根本就是什么？还你本来的本妙灵明，这是佛教。佛教也没有个佛教可得，那这是佛教。所以你也不能拿任何东西来合，合与不合。若但有合，就如同你说定业可转否，你不但合不了，你也转不了啊，你也转不了。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众生中啊，最常容易啊，在这个道理上面容易出错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横着就是场，这个市场其实是什么？是权力之场，它根本起初它都是权力之场，因为你已经在原名上面已经懂得道理了。所以讲到市场是权力之场，所以它不是在跟你搅绕，讲的这些文字不是在搅绕，像我师父讲这也不是故意跟你在理啊事啊，一直在搅绕市场是权力之场，又是权力又是权势，你说干嘛这样跟你搅绕？搅绕的目的就是让行者熟悉是跟理的两个字，每一个文字现前时，直视你要见理，直理你要知识，圆融这所有种种名字，就让你会在一心，圆会在一心。所以不懂时，你觉得好像就在这边搅绕，似乎好像搅绕不出来，一直在边不断的反复搅绕。懂得道理时，我指到是就是讲到理，我指到理就是讲到是，你还会觉得搅绕吗？这个才叫做圆明。不怕我在搅扰，只怕你不圆明啊！所以目的是让你们去熟悉啊，熟悉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叫做做观这个理，通达这个理路都是通达，你在心中啊，行者心中才能够起出关门啊，起出种种，不是把门关起来，起出做观的法门啊，起出这继承关门。所以既然是权理之常，权理之是常啊。既然权理的是常，所以多门以至圆通。权理之是常，多门它就以至圆通，所以它就是很杂。即世之理常，当下这个世的理常，就这样说，在世就是理，即世之理的常呢，众德恒于一位，所有的一切德它都是一位，所以叫权理之是常，多门以至圆通，即世之理常，众德恒于一位。所以这里面当然就知道是恒权理，杂恒纯也啊，再杂也是恒纯。那这样子反复过来，就是让你什么？这是让你在纯跟杂中，行者已然在理事的这种种变化纯杂当下，你已经什么？已经圆融了。这种圆融才是这一章里面要讲的什么？融融任运。你根本不融融，怎么能任运呢？融融不是有二法让你才去融融吗？假如还有二法能融融，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定业能不能转啦，五教九教合不合一啦，这都是以二再来说融啊。二不能融成一，根本是一的二，所以方便说融可以融为一，它从来不是一。大法之中若是是二二的话，你根本连知都不知了。假如有你今天看到的世间有一个法是二，
那你就根本连知都不知。你说是自然，我看到都是耳啊，现在在眼、观色、在耳、闻声，它不都是耳吗？名字是耳，纯一觉体啊。假如我说的耳是两个觉体，那根本不同觉体，你能够知吗？所以大觉心性就像镜子，镜子虽然现黑现白，镜子它能够恒然遍照，恒然遍知，为什么？纯一镜性啊。要是说你说是二是两个镜子，那这个镜子比此镜不知彼镜是啊，彼镜不知此镜是，还知道什么？那你又会问了，那师父这样子的话，那我跟你实际上是同，你讲纯一这个自己在心中啊，纯一觉体啊，这个道理可以懂，但我跟你啊趋面不同，觉心有差，那如果如何又说就是同一个佛性，都是一个觉体，虽然觉中你我趋面不同，每个人用的这个觉性之中啊，每个人在这用度上面，每个人随他现在的业感用度上面不同，但是觉性的所有的一切作用的根本道理你我都是相同，所以圣人正知啊，佛佛道统，只是在道统。那今天你看到的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时，我所有的你都是其实是我的觉心所起的你，你看到我时，你心中所有的我是你觉心中分别的我。这个好像我在哪里有，在哪里好像告诉过，有人问过，就是像两个镜子啊对照，我镜中有你镜，你镜中有我镜，但我的镜中的你的那个镜子其实都是我的镜，是我镜中现的你的镜，它的境界是你的镜，你镜中看到我的镜子啊，其实它都是你的镜，只是我们两个互为因缘，在彼此在什么，彼此在启发觉体而已，所以这个觉体是作用上面来讲是佛佛道统，但你今天所感觉到我都还是你心中的分别，你的心中所有的一切你现在的业感，你看到我以后从我的因缘之中在你心中现了一个我的像，那在你心中的那个我其实又什么，又堕在业缘业感里面，我们的业感里啊。为什么讲我们，就是过去一定有我什么因缘故，所以在你现在的所有的知觉里面，你对我的感觉是跟别人不一样，假如你的镜中的那个我是我让你起的，那我走到任何地方啊，别人的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走到任何地方，有的人认为他是亲，有的人认为他就是厌恶，为什么就不同？觉性嘛，是如此啊。所以即是这里他们重德恒于一位，恒于一位，谁证得如是的觉心，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现前，缘起当下，你要知道什么？你恒守如是菩提，就是大觉心性，就是。因为你感觉到的所有的一切众生世界，你分别所有的一切，你周遭的所有的环境的六亲眷属，所有的一些周遭的工作环境的朋友啊，什么有这个善恶知识啊，都是你现在的菩提心、菩提道场。它不过就是一个缘刺激你现前，刺激你现前的时候，这当然还要讲得很维系，这是错综复杂，还有你们两个过去的一些业感，你们两个过去的业缘，所以刺激变成你现在多在这个业感的觉醒里面，你对它是什么感觉？但是你现在现起的这种对它的感觉，那全然都是你心中的造作，全是你心中造作，所以这里面有错综复杂的东西，所以有些世间菩萨实在是碰到旁边逆境太多，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背负了，因为你没办法回光返照嘛，你也能看到自己的决心，那只有处理啊，赶快剃落啊，躲到空门来，对吧？又不能处理啊，在红尘在公司里面常常受到逼迫，那又想说在这个逼迫上我怎么修菩萨道呢，对吧？是你说那个菩萨道已经都不是菩萨道，因为你有我有他，你根本看不到你的觉体，有我有他，再说觉，对吧？我要忍吧，忍的我就是不发脾气，那你心里面还是受惑，就好像你已经离开了镜体，背离了镜子，然后在镜色前面你站在白色的这种色子上，我说我忍着黑，
那还是笨，那叫做笨，还是愚痴。我忍着黑，你还回净体就是，你忍着黑干嘛？谁要你忍黑？你到净体当下，黑来现黑，白来现白，这里面不根本不必你说忍字，叫无生法忍，还忍着干什么？还有忍的都不是啊，那还有忍都就根本都不是。所以这里面要知道，就是理事自在啊，叫理事在相谈讲义啊，有理事自在。自在理事，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理事你已经两个字已经打，已经这么多天来已经告诉大家，已经是你要知道在里面叫原名了啊。所以叫做理者事之本，事者是理之用，这个都是在，这个不是说师父去套文字，这个就让你去不断这样去熏习，在这个上面本来是根本不同的名目，但你就是要在行里面，行者心中不断的去接受融会，叫做融融人云。融会之中，你不要破坏一项，不要破坏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不坏，每一个名字都不可以坏，但是每一个名字，所有的名字之中，你都要能够融会。融会者有种相，它能够汇集合而为一，也能够随种种智慧能够开显，能够成种种差别，这叫融融，所以才叫任运。所以这一章讲的就是融融任运门啊，融融任运门。所以这叫做自在，自在者自者叫做法尔。法尔叫字啊，也叫做本来，本来法尔，本来也叫字，也叫法尔，啊，所以有的人讲自然，自然，什么是自然？自须证明的，字不是天上掉下来叫自然，字要清楚啊。你要在众生业感因缘里面那个字，什么缘故现什么法，叫做自然，如是法，字如是法，现如是相，在根本妙觉心体之中，它是那个字就是什么？你的本来面目。所以用到世间因缘本末要什么法法分别，在根本自体上面来讲，你要知道它就是什么，出自于根本，就大觉心境，念念之间都要回光，你要根本不失于此体，不失于此心，才叫做自，不失啊，不失才叫做自啊。再者呢，再者叫做不失，它叫常住啊，再者咱们再者呢不失常住。所以理事根本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本来，就是你的法尔，本来之中就会起法尔，它就是你的常住，它就是根本不失，就在当下能够现的现用的种种的智德，叫理事自在，有理事自在，存杂无碍也啊。因为理事自在，所以存杂就无碍。这个无碍之中，不是还有二法二名在中间不断的融合无碍？这是因为懂了理事自在，是根本圆会于一心。既然圆会于一心了。所以名字虽然理事啊，法法都还能够现前。所以任其在理事存，在世事杂，行者心中已经是什么？浑然都知道，就是什么大觉的妙性。就好像我常讲的譬喻，真正知道见到净体的人，净体是不看不到的。这个人是什么？念念之间看到了，就是净色。净体现前啊，就是净色现前，就是净体，没有净体可得，没有离开净色有个净体没有。但是这个人因为已经得到净体的人，所以他念念之间就看到净色，他可以看尽镜子的千变万化，横住在心中的根本一如的清明里，这个人叫做净体。就叫做在一切世间的种种万千差别之中，你能看到你根本不变根本不动的本来面目，这个人叫做明心见性。甚至于你这一打坐参禅还觉得有净，清净的净，都要知道谁觉得净。你觉得那个净，跟你觉得过去那个乱，它都是什么？都是啊，孪生兄弟啊，那么都是一起来的啊。啊，现在这叫做纯杂无碍也啊，终于可以讲到下面这个了。第六，容念结者。大家把那个教材这个念结的这个这一本拿出来，刚刚是融融，现在叫你融念结者，融者是何也啊？
和是心中的大招。为什么这里面就不跟你直接说一，也不跟你放，就是不跟你断然说二，也不跟你直接说一，就跟你讲一个容字，他就非一非二，自信之中他不能够在一恶之中为你什么，为你去把它从此以后让你去根本扭曲了信心，所以它里面叫做容。但是你用到这个容字之时，你要知道它是根本性中的容，性中具足如是容，你不要再用刻意用造作心去容啊。你想要去在造作在意识观想上面去容，那你就什么，就是用错了，用度用错了，你叫做违背这个经义。容就让你当下看到性中，因为性中它本来非一非二，非自信之中就如是容相啊，容相啊，就这个容相，所以叫做容念结者啊，容念结者。在念者在中国字上讲就叫做思啊，思想的思，思想的思。在说文解字里面，这个思就是睿，睿智的那个睿啊，睿智，因为这个睿智的睿会不会写？会啊，因为要再把它叫出来。嗯，哎，是这样子，睿也。不出来，不是我的错啊。啊，睿也，睿智的睿，知道就好了啊。睿智的睿，睿是什么意思？就是深明，深刻明白的深明，深深的明白的深明啊。当然不是这个解释而已，深明就是它能够入玄义，入其道理，入其根本啊，叫做深明睿字。那为什么要讲睿？我们讲的这个思字，填在心上。田是什么？田是播种，能够成熟苗架，能够长成种种作物的地方，田。所以从种子播种开始，到成熟以后，从果到至实开始收成，你都要清清楚楚，这叫田在心上，就是心中这种作意识做法都要清清楚楚，田在心上。田是播种成这个成就种种苗架，然后收割，这里面的过程。那心在田下呢？心在田下表示什么？你这从你开始播种的中间所有的一些思维耕耘，你都要知道是心，那就是念。你要不知道，那就念中就是什么？就是众生的妄起的势力，那就是妄起的势力。你要知道，这根本就是什么？就是你所有一切作为里面，就是完全都是一心所成。心中它就是什么？就从种子随缘的种子里面，它能够成就种种作用，成实。这是心，心就必具如是性。然后在一切思维里面，在事上面，你就念念知道，就是心从事归理，就是心。因为心中做出的，心中所起的一切的智慧，还会还归于一心。这样子从出去到回来，这叫起大回向智，这才叫做圆满一心。你念头出去以后，再也不知道是心了，这个就是众生的妄，妄者乱也。从此以后，乱起自心，所以败坏，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的根本就是乱也啊。所以这个思中就是念。所以不适得这一个思字，不适得这个字的人，从此以后就变成众生的业感牵流的地方。知道是这一个字的意思时，你就会在一切作用当下，你可以担当一切念头中的势力，因为你知道那就是觉心中，他就会能够如是做。甚至于到了修罗界，你从觉入觉，感觉到那个势力深厚，那个修罗都是大觉。决心入一切法时，就好像镜子现出黑石，黑色现在镜子前面，它会起身种种黑的势力、黑的境界、黑的种种这种幻影。为什么如此？尽性清明故。所以不懂时，你以为是修罗，你以为是势力；你懂时，那就是什么？就是你大觉的面目。那你说要怎么样懂呢？懂就是告诉你，就如同田在心上，心在田下，你念念都要知道这句话，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叫做念也。什么叫做解？解，在
佛教里面叫做劫波，劫波三点水那个波啊，水波的波，劫波。中国人解释叫华严分别时节，分别时节，分别时，时间的时，节就节气的节啊，一节课两节课那个节，分别时节。因为一些万法之中啊，它一定什么随缘的时候，它能够起成种种作用，所以叫做应时。那每一个作用当下呢，它一定有它的什么，一定有它的节度，有它的种种的范围，有它的什么，有它的操守。每一个法中一定有它的根本操守，再黑有黑的操守，操守是它的行持啊，它的手持，它的含，它的所秉的含义是什么，叫做操守啊，都要在这个里面分别时节。所以整体这句话就是什么叫做节，就是叫做物化，大觉现出种种物化时，物化就是法，对吧？凡有相者皆称为物啊，那有相者就是什么，一些法现前处，物化之时，觉心它一定能够随种种法能够现出种种相，这中间这中间的过程就叫做物化。物化自然是随缘才有物化，所以各物化起时了，就一定什么必各应其节其也，各应，各个要应，应就是那个相应的应，其节其也，节就是跟讲它的操守，其就是什么，它的食量，它的食量，食量你不要只是在时间上说这个食量，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叫应现力量，应现现前，应现现前，所以叫它时轮，时轮，时就我们常常讲嘛，如日如四，日是当照，四就是什么，正治，正在治理，四就是治理的地方，当照跟治理就叫做时，我正在照它，也正在治理处，就是时，啊，就是时轮，所以这里面才有时量。这里面才有什么，才有它的，才有它的过程，所以才会感觉到众生所感受的那个时啊，已经是到最粗浊的东西了啊，最初的东西啊。其实真正时就是它必定刚开始觉心随缘当照，然后正治之时啊，治理的治啊，正治之时，正在的正，正治之时，叫做各应其啊，各应其节其也，这叫做节。大概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名相，然后看这个讲义啊。念者，我习惯把这个文字拆开，让你去体会文字中啊在心中的表法。念者，从经从心啊，就是从个经个心而已。经在文字上讲就叫做事实，事实就是正事。什么叫做事？上次也讲过了，中国字讲的事就是一个日一个正，下面呢是个正，日正为事。正在如此，就是当下日正，大觉心地当照，当下就是日正，日正为事，是实，实就是什么？实就是现前的正知正理，所有的一切的作用现前处，经云是实，心乃戒耳，戒在中国字里面叫做相引传达，互相牵引传达，叫做戒，戒在其中啊，戒在其中。耳呢又称近，亲近的近，就是跟我们很靠近啊，远近的那个近，这个近也叫做亲附，也叫亲附，也叫做移，它会移动，因为近故，所以它就移，从心中它能够近的关系，所以你感觉到心中的所有的气氛呢，它就开始转移，气氛转移，所以叫亲附。亲就是什么，全部都是心力，一体心力所成，所以叫做亲。父呢，他托种种缘现前托化，叫亲父，继而叫做相引传达，然后呢托缘，托此于因缘故现，当下托如此因缘故亲父而现啊，亲父而现，这叫做继而。为什么这个心中要在继而中？因为念头的念，这个经是正实，就是正，这个事实啊，正实，事实啊，就是正实，这不是实实啊，它是从大觉心性随缘正现出啊，所以这是戒而行啊，从心现心啊，整体的心体是非种种法，它非种种缘，它也是绝对带，根本清明的心体是绝对带的，因为从绝对带中才能够启程对待，所以在对待当下又立种种心目，又立种种心的名字，所以正在念出种种新的名字、新的目时、新目时，就叫做念经心，
念头先结。什么叫绝对待才能够起身对待？真正对待哪能知对待吗？在大不知道小，在小不知道大，在黑不知道白，对待的不能知对待。我们现在能够骗知一切世间所有一切对待，它是因为什么？你仔细思维，能知的那个心根本从来绝对待，它非黑非白，非大非小，它也不是对待起的，它也不因为对待起，它绝对待。你能够体会这个啊？你能够道尽一切对待，在对待当下恒住绝对待心中的清明，然后住在根本非绝对待的清明之中，能够什么？能够为众生剖析一切对待中的变化，这个人叫做最初懂得唯识矣。这才叫对懂得唯识啊！唯识不是让你在事相的名字之中不断的搅绕。所以有的人就会怀疑唯识学家跟这个中观学家他们有直接理路不同的地方，所以这叫做学术思想。学术思想就是你老是在评断祖师哪里不同，哪里不同跟你什么关系？不同啊，显异差异的目的是让法中更圆融，异中的目的是让什么？让你根本照见本来的同。假如都是同，那何必还要立宗立派？众生堕在世间，故曰知见有限，智慧有限，所以它不是一法一行你就能够大彻大悟。要为众生剖析一切法一切行，说种种差别，说种种对待，你才能够剖析，你才能够汇聚在根本自心的清明里。这就是我常讲的，为一切人讲出一切种种差别时，他能够圆证一切差别当下，他就是住在无差别中。但是无差别现前处都是差别，就好像净性的无差别现前处都是净色的差别，那净色的所有一切千变万化的差别就是净性的无差别，心体如此。所以中观讲的跟说唯识学家种种不同，就是现在人不断在这边搅绕而已，谁说不同？他有的时候讲其意是更能够什么，能够剖析出啊众生在种种文字或者举每哪个宗门之中他的曲解，他能为你剖析。中观不是在真或真谛俗谛中还立个宗门，我说的中观就像刚刚讲的事跟理一样，这个人眼睛看的都是理跟事，两个名字清清楚楚在圆明，但你说他是理还是事？他非理非事，即理即事，中观非真非俗，即真即俗，中观，这才是中观的。不是有个中可得，一切圆明，二法圆明就是中文。就好像跟上次跟你讲的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你没事在这上面用文字搅绕。可是真正证得这一念心体的人呢，色其处其实就是什么？心中的灵明妙湛，空明之智，其处就是空明处。色从来不异，如是空明啊，空明从来就显出都是色，所以虚空无色，处处现色。你不现色还是虚空吗？那个虚就是很虚，这个身体太虚的虚哦。那空呢，还是脑袋坏掉那个空，虚空，体虚脑空。真正虚空是处处现色，所以《心经》中所说的心，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什么？这跟一个证得心体的人说的，这里面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解释。真正证到这一念心时，就好像你站在镜体上见色的时候就是镜，见镜的就是色，这里面还有多余解释吗？解释都非，这是心中的根本的泰然。那你说，那讲这个，那心经当时要跟一些都是跟那些未开悟的人讲，未开悟就是让你断除障，色不异空，你不要拿色再分别空，空不异色，你不要拿空分别色，色即是空，你要必须在色空之中都要清清楚楚，当下能够圆融。
这就是断障碍，不是让你再拿这些文字再起尘诸障。这心性中的灵敏，唯识也是，跟中观的也是。唯识心中，它本来就有一分，它是什么？它能够随种种缘假，它能够随缘假。但是真正在缘假当下，其实就是它什么？就是它根本的事中的根本清明的一如的本性。这有点类似，就是什么？就等于像中观的真俗二谛。但是它也是跟中观一样的。什么时候你真正能够证得这个唯识？唯者一也，唯者全也，是不是叫唯识？一切法中不坏，一切名字不坏。但是在你内心之中已经什么？已经就用，我们不要用太深的文字讲，就用现在这一章讲的融融任云，你完全融融，那种融融之中啊，不是说而拿二去硬给它合为一，或者是还真正见到一个二，再说是一，或者是想要断一切二，说一，都不是。这里面心中已经什么坦然，已经完全坦然，知道大觉心体现前时就是理，就是识，理是就是觉心。所以讲到理是名字是二识，它从来不是什么心中的恒一。讲到心中的根本清明的恒一时，它从来都什么？它不会暧昧于一切理事的种种而。这种心中的坦然自在，没有任何的文字中的解释啊，人家在文字上解释的都不对。所以有的现在没事在那边研究，讲唯识研究这个祖师哪个差别啊？祖师在差别，跟古人讲一句话：干亲甚是。干你啥事啊？你不能在一切同中啊，跟一切异中啊，能够找到你真正祖师要你啊入门之处、入门之所啊。所以叫心乃戒耳啊，心乃戒耳。事实者，看讲看这个教材，事实者是随智任运。事实那一定是随智任运。为什么讲随智？智就是一个知一个日，日表示大觉。大觉随缘受现种种知，就是随知。所以我常说，你要知道大觉它能随缘时，那就是那个智日永远不失，慧日永远不暧昧，那永远叫做智慧。假如你在随种种知时，你忘记了觉体，那就那个知啊，就不一定是知了。那个知搞不好就是什么？就是你流转出去的根本业力。就好像镜子现出镜色时，想你不论它怎么样变化镜色，你永远不失于什么？知道它是镜性。这个人再说怎么镜色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中千变万化，不能为障，不能为碍。但是你要是不知道是镜体镜性时，那随它的变化你都躲，全都躲，随色随种种色中就会躲。那每个念头也是一样，你要不知道是觉体时，每个念头你都躲，那越躲越深层，越躲你感觉的习气越来越难以自拔，习相远啊，对吧？然后那个相远就是他能够骗，光骗啊，你想要回头太难了，对吧？所以这里面你要知道啊，主要就是随智在任运，所以事实者就是一定随智任运，继而者重新开合啊，重新开合。所以在这个融融任运之前，就有一句话。开合之势啊，开合之势，势力的势，重新啊，重新，重新戒耳，因为它就是，就在心体之中，随你的种种因缘，从你的随正在智慧照时，它就能够开悟，现前就是开悟，开悟一切缘起，开悟一切成就的，然后合就是什么，在开中它也是什么，它也知道就是融会啊，它也会，它不但能够回归于体。当然能够合于一切外缘，所以重新开合，这是念啊，这是念。所以在拆这个念字，你会发现它就是有这种意思啊，一个是随智任运，一个是重新开合，重新开合。那在结呢，结刚刚讲过十波，但是要看这个整个字相来讲，字相中国人写的多好，一个去一个立，再去再立。去表什么？表行不以重德去。我刚刚已经讲过，在任何尤其是佛门中的弟子，在任何文字任何法上，你都什么，你都不能离开觉体上面去参，也不能离开觉体上面去结。
体会即是。所以你要知道去是在哪里说去，在觉体上的去是什么相？在觉体上面的去是行不与众得，大觉心体的去是行不与众得。可是我们是凡夫，在去中，在大觉心体中去中，你就忘记那个去了，那个去就变成人家一脚把你踢开讲去，你就老远老远了，对吧？人家其实没踢你，是你自己给自己补了一脚去，对吧？但是真正的去是什么？大觉心体之中，它能够行不与众得。力你要在觉体上看，它是任持在性海之中，所以它能够成就种种法，能够做成就种种功。功德的那个功啊，从一个做功的功成一个力。功是现前的所有一些的坐相，力就是什么？力就是所有一些坐相之中，内心之中跟身心的等持啊，力持、片持。所以你要知道有力时，就是什么？就是现出功来时，现出那个做功的功时。那二字啊，一个功一个力合，就叫做功德的功啊。但是这现在不是讲功德，是讲这个力。所以你要知道它是在哪里说，就在性海上说。它是任持于性海，就在性海上说，因为它绝对不能离开性海。那在性海上起成诸法才叫做力。众生就算流转在诸趣，流转在三途六道，那你也没有离开过如是力啊，没有离开过你的大觉的根本性中，在性海任持的如是力啊。所以是以性海无涯，智运于万刹啊，智运于万刹。所以这两个这其实要分开来讲，是以。所以你要知道，性海无涯，性既然叫做任持于性海，但是性海是无涯的。性海正在现前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大智随缘现起处，现起处。是随缘起成时，所以智才能够蕴含蕴万刹，因为它是根本性海之中所蕴起的智慧，所以智蕴于万刹啊。那个智蕴于万刹，其实就是刚刚叫随智任蕴，就是那个经啊，就是那个经。开合一寂，开合一寂，从心中的那个开合，那一寂之中根本就是一心，一心之中它能够遍布，也是一心遍布，回头也是受归在一心之中，那都是心体。心体中它能够出去时，它能够遍成种种。他回来时，就是在色种种种种时，他其实你会发现，他全然都是一心。这个人已经在心中已经什么？已经开如是开合之智了，不是势力了，开合之智了。凡夫只知道开，从此以后就回不来了，对吧？就回不来了。那有些小圣外道就在合，那也就暧昧于开了。就开合，其实都是在一心之中开合一寂。德不以融融，所以这根本在心中的开合一寂之中，你会发现他的德就是德，就是德这个字一定要在哪里讲。德虽然是讲德是这个体，但事实上他在动词上面讲，所以讲到德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什么？看到他的行为。所以这个德这个字，你看它一个小步一个翅，然后十目一心，十方一心，所以贴的那个小步什么意思？就是细行，细行，细的行为，细行。十目一心十方嘛，都清清楚楚，要做德，所以一定要在动词上说。所以德不以融融啊，德不以融融。刚刚讲说那个去字有行不与众得的意思，那开合是从心的，所以你看到上面那个图标啊，随智任蕴，下面那个是经，下面那个力叫任持于性海，那所以叫性海无涯，智蕴于万刹。就在念劫之中，你会发现再念就是劫，在这个经中就是那个力。现前之处就是什么？就是性海现力之时，所以旁边那个心跟去开合一寂是心，那一定是德不以融融，在开合一寂当下，你不要只是开合而已，它是万恨流布之处，所以叫德不以融融。在心叫从心开合，再去叫行不与众得啊。事实上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行不与众得，必定要跟心中的开合一寂相会。那所有的一切随智任蕴，必须要归在任持于性海，必定要归于性海之中，啊，归于性海之中。所以再看这个教材下面那个文字，故念字之经，当服节字之力者。念字这个经啊，要跟节字之力者相应，当服节字之力者。节字之去，节字这个去，必应念字之心。必应念字之心，这两个字中拆开，你要知道它念念之间要这样的圆融。念是所有的一切
大觉这个刚才讲这个是思啊，大觉所现的一切根源那播种从种到收割所有的过程，皆是这里面都是有一些食量分别时节，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时节四时时节一物化时节，所有的一切，哪怕你播种之时，每一个种子到变成苗的时节，苗变成这个现成这个开始不断茁壮的时节，都要清清楚楚啊，都要清清楚楚。所以再念再结，你要知道根本叫什么，这叫做融啊！你要把这两个所有在心中，在大觉体上一念。大觉体上说觉，你要再融在一性啊，要融在一性。所以念自心起啊，看下面的文字，念是自心起，结随念变，结是随念变，念从心中起，所以心中有作相之时、动起之时都叫做念。然后动起当下就是什么？就是时节应万劫种种变化的开始，所以结随念变。字虽然是两个字，其实是一体。但是在这个一体当下，你都要知道于念于结要清清楚楚。念是根本的心体种种的作用，结是正在作用时所有的一切十分时节之中的它的所有的一切片部中的庄严，你要明明白白啊。所以其实是一体，故念者言心之所作也，念者就是心之所作，就叫念。结者言作之有其也，就作之有其也啊，对啊，就叫做念结。先把这两个字跟大家圆融一下，叫融念结。然后下一堂课呢，再随着祖师的文字呢，再我们好好的研究如何更融的更彻底啊。今天的时间啊到了啊，你说是自然一天到晚在这样的讲，对大家有帮助吗？有没有帮助啊？现在还很难收效，因为大家病重啊，已经病重的太深了。因为我都是一个病人啊，今天来帮你们治病的都还是一个病人。从我，但是我是怎么治法呢？我不是已经是一个名眼良医啊，我是因为自己有病，自己治病，所以懂得怎么样帮你们治啊，懂得帮你们治，这叫做久病啊，不能叫成良医啊，久病啊。我才能稍微通得一点医方啊，通得一点医术。那我也是个病人，你们也是个病人，一下子你还是看不到收效，刚才服药看不到收效。但是你要是不是这样子服，你用尽现在一切世间的语言，用尽一切外道，过去你根本所谓的外道就是你过去在世间上所体会的大道都是外道，你根本离心说法都叫外道，用过去外道的思维做种种将来想要解脱生死在大道上的行径，那绝对都是痴。你当下不肯回头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你想要期待将来在观感上、在感受上面，还是过去跟尘劳一样的迷惑的那种念头上面去求得一丝好像有力量帮助你的一丝的安慰、一丝的心中的快慰，那叫做委屈跟可怜啊。只要真正好好思维，已经够委屈跟可怜了。你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所以佛都要告诉你，本来都是具足，其在众生的天下苍生都有，本来都具足有如来万德庄严根本的德相有啊。你眼前随地念起，哪个不是觉体啊？只是你不肯念念礼敬诸佛，不肯念念称赞如来，你不肯念念广修供养。什么广修供养？不是说你拿什么东西布施叫供养，是你念念之间就在如是法中，在如是体上念念礼敬，念念之间在法上如是的性上如是念念的称赞赞扬，就是念念把它在心中发起思维，这叫广修供养。所以上次讲的这普贤十大愿，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其实前面这三个就是我们讲的佛法身。广修供养叫做众，称赞如来叫做法，如来叫法也，礼敬诸佛是体啊。你要是根本没有前面三个，你就没办法忏悔业障。你前面要是念念之间都知道是觉，你也能够在觉中能够看到，如觉中能够入一切觉的故，中间的所有一切性德。于是念念之间这样不断的这样子仔细去思维，仔细的去回光，仔细的在念念之间兴起赤诚如是供养，
就在这一念上面，就是在这一佛画土上面，这也讲到这一念三千大千世界，这一念上面就是一佛画土，那一佛画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念都是一佛画土，那一佛画图就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下堂课才能讲得到的。但是就在这一佛画图上面，你要是念念担当啊，念念叫做回光，你才叫忏悔业障。忏者叫做心入仙系啊，仙。回想回忆者叫念念不退，回忆不只是悔过而已，你要念念不退，要建立正确方向，念念不退，所以心在美，每一个念中念念不退，那是真忏悔。具足如是念，真忏悔。那个业障就是什么？你不要在体中现出念时，你又堕在感觉的妄想有作相中嘛。体中现出种种来时，大觉心境现出种种来时，就是觉根本无作嘛。你就在无作之中，你妄想有作，就好像镜子现出镜色，这中间根本没有作相，也没有二相，你却在这中间仿佛相似有二之中，就堕在二相，堕在作相之中，作者业也。一旦有作，一旦堕在作相之中，心中就一定什么？一定是变成种种叛离，在心在法就成种种叛离，这才能忏悔业障。所以你要不在自己根本上面，去心性上面忏，你连普贤十大愿都不知道在哪里发起，每天就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你天天在佛像之前不断的礼敬，就好像你天天在圣人像前不断的去磕头礼敬，但你从来不知不发一念我原来心中也有成圣的机会跟资粮，你这个人还叫辜负圣贤呢？还叫辜负圣贤？想要说在念这个佛，用今天的勤苦想要去求得将来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安乐，那就是痴啊。谁发大心？要在今天眼睛见色耳朵闻声这一期果报还没有消亡之时，眼下当下就会看到西方圣境，那种西方圣境就是什么？心中清和时，眼睛看到一切就是清和的，当下就会看到他的菩提道场，心中若是有大愿力，所有的一切眼睛看到这些众生都是什么？这所现的一切苦难都是他现在这一心入六道六种种众生六道之中的所有一切智慧。你决心之中本来就能够入六道，大觉不能入六道，那还叫做觉吗？镜子一定能够现一切镜色，镜色就叫六道，不现镜色叫做镜吗？只是你现了镜色，你堕在镜色里面，是从六道堕六道，那是凡夫啊。你要六道都知道是觉，所以在地狱深处都还有什么？都还有诸佛菩萨的光明德相，所以地藏王菩萨常在地狱。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常在地狱？我不讲地藏王叫大愿嘛，大愿叫圆心。你看到任何念头起处，你要都知道是觉时，你会发现那个念过去那个念是向外的。你要都知道是觉时啊，那个念好像就回来了。这里面就好像讲到《华严经》中讲到那个回向金刚床那个床像是一样，床啊一定是向外行走。可是呢，你会发现它正在向列队向外的时候，所有的风势一定是。回头来朝，床是往你这样子走，床往后飘，回头来朝，清风来朝，你看到了念，你知道是觉时，那个念就回来了，就是觉了，这叫做回向回光，就能回光，它一定能够同体能够流出，那流出当下你要知道根本还什么，还回归于觉，就同归性海。那这一个心中，你只要知道是圆心，就叫愿，圆心叫做愿，就简体字叫做圆心。知道一切法都是心，叫做圆心，那叫做愿发大愿。那你在任何众生堕在最深沉处了，念头的最深沉处，你觉得深沉时还是觉啊，那都回来了。所以叫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是你本来的，将来还有一念你不知道是觉啊，那你就成不了佛。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发地藏菩萨愿，所以任何最深沉处你会发现决心现在最深沉处，就众生业感最深沉处时，都还有什么诸佛根本的万德庄严的灵明化成地藏。什么叫化成地藏？大觉心性呢，你只要知道是愿就回来了。其实你讲那个愿其实就是大觉嘛，你知道是觉就回来了，还是不离大觉啊。假如离开大觉，你说那个愿也没意思啊，圆心了。
所以地藏就是什么？如来化身。所以为什么叫最深层处是地藏？流布处就是观音，同体流布处就是观音像。观音就是什么？大觉心性随缘，黑来现黑，白来现白，就是流布。随机就应感，就是流布。黑随机来就应感流布，叫观音啊，同体啊。所以观音叫悲愿啊，在同体流布当下，你也要知道。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根本觉性，叫做同归性海，就是地藏。所以为什么在地藏经中最后要问观世音啊？观世音就表示你大觉心性必定能够随缘流布开始。众生在众生不明大觉心性流布时，流布出去都叫众生。从此以后就多在种种众生的业感当下。你要知道是同体流布了，它能够起成千差，但心中都还什么都知道是同体，那是观音，那叫大悲。你只要知道是同体，那就是回来，回来当下就是什么？就是大愿，那就是大愿，所以叫地藏，那就是净恨。所以地藏都现什么？地藏都一定现，唯有地藏一定现什么？现出家人相、净行人相、像梵行人相，现。但是他一定带五方佛啊，毗卢梦，净行。你说为什么要叫进行？所以一些流布都是进行，所以叫回来。所以这里面有进行相，不能够不知道，你不能只知道回来，进行相还在。但是这五方圆明，就是所有的佛性五方圆明，所以你就会回头，你自然就回头，你再深沉的业力都能回头。所以连地狱啊都有你的根本的觉体在，所以叫做最深沉处。像我们每天晚上施食的时候，那破地狱真言呢？你不要，过去我不懂的时候就老是观想，就是破苦难众生地狱，可是老是怀疑，我都是快要搞不好将来要下地狱了，我念念破地狱啊，我还能够破他的地狱吗？我应该不念一念，应该先破我的地狱啊，对吧？但是出家还有个好处，你毕竟每天都在那边修这个发这个心嘛，在学这个法，从这个学心学习心中，从气氛里面，因为这个心啊，过去讲的心不能做主，是众生流转的因缘。现在你要知道，心不能做主，也是什么？也是接引众生回头的最第一方便。你不用做主，你跟着学，就好像你心中没有浩瀚的气氛，我带你去亲近大山，你只要跟着学，你只要发起一个接受的心，你跟着学，发起一个愿意学的心，你跟着学就好，山就会活在你心中，你就懂得什么叫浩瀚。因为心是可以以心印心的。所以后来才会慢慢发现，这样念念久了会发现破地狱啊，要是还真正有地狱可破，那就破不了众生地狱。所以在观想破地狱真言时，你就要观想所有一切，所有一切众生所感觉到身后业障，其实根本就是什么大觉心体，但众生被此大觉以后了，所以从此以后换成种种牵差，换成种种重浊，重的浊染浊。所以今天我持破地狱真言就是什么？你念念要知道，在一切千差众浊当下，我先提起这一念觉明，知道我先忏悔，以后在任何念头当下，任何势力现前时，我都要感觉到那都是决心，这是破地狱。然后把这一念功德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破地狱。既然是千差就是众浊，所以地狱落魄，只要不在千差中，不在众浊中，地狱落魄，决心之中都是什么？法法，你没有看见过去的种种的众生的念头，法法的什么会归于觉，叫普昭境。因为法法都会归于觉，就是法法都是觉，虽然名字之中有牵差，但法法都是觉，对吧？就叫解冤结。那既然解到冤结，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如是呢？回头就要做根本自信，出去就是什么一切。众生世界，这叫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你根本的大方广佛的根本的清明的信德，这个不能讲，这再往下讲的话，讲到七点了啊。只是我目的是要告诉你们吃药啊，吃药，你们不要老是说你讲这个我听不懂啊，师父讲的听不懂，
听不懂也慢慢听嘛，啊，千万不要认为这找你最简单的啊，那找你最简单的，不见得对你将来有多少帮助，啊。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